巩固健康从认识自己开始。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这种设备，有也是给学生看图片罢了。他现在有一个很接近现实的那个模型给我们看，那么孩子呢就更加有机会接触了。行如风，坐如钟，立如松，卧如弓。我们在学校我们一直会做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注意。健康入校园，慈济仁医会从保护脊椎、健康饮食、远离吸烟与毒品等主题和学生们开放式讨论。通过这一个小游戏，我们希望他们明白当吸毒者他们吸毒过后的那种感受。还有另外一个讯息，就是其实小朋友他们要明白，要根据正确的指示，不要受旁边的人误导去胡乱轻信人家。健康的生活态度不能光说不练。我们没有刷牙的话，牙齿会很臭，所以不能。所以我们要每天刷牙，最少要刷牙两次。那我们除了教会他们如何真正的保护牙齿和牙床的保健呢，还以身作则和他们一起刷了牙。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预防医学从小建构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蔡安琪、廖美丽，马来西亚报道。